近千名支持者摇旗高喊郑文灿动算，桃园市长郑文灿同舟共济后援会周一晚间在北桃园举办成立大会，又是放烟火又是喊口号，气氛好不热闹。同一晚，对手陈学圣找来人气王韩国瑜助选造势，郑文灿说市民才是 A 咖，市民才是真正的 A 咖，那其他助选人员都是配角。那其实这段时间来的已经很多了，很多大咖来了5次6次哦，那我想包括韩国瑜来都是一样。强调自己过去4年执政成绩建设有目共睹，桃园更是全台湾人口增加最快的城市。目前桃园是全台湾这个移居桃园的比例最高，我们一年增加4万人，那扣除掉生育率的成长之外，我们是全台湾这个人口成长最快的城市。郑文灿预估今年内桃园能达到人口255万人，不管北漂南漂，桃园是许多年轻人的宜居首选，他也欢迎韩国瑜来桃园看看。记者桃园综合报道。